不知道观众是否还记得果敬林的助理小强呢？近日记者再次来到了移动的枪口片场，虽然小强因为果敬林的杀青啊已经离开了剧组，但我们在剧组见到了捧红小强的幕后黑手。当记者来到探班现场时，于晓光和李超正要准备拍摄一场夜戏，但大白天的怎么拍夜戏呢？原来如此，那些电视剧中的夜戏都是在一块大黑布后完成的呀。好吧，万事俱备，那就开拍喽。你看到他中弹了吗？我都替你伤心了。你看。